直接在这一待，兄弟，杀辅助啊！嗯，杀辅助，你得点 W， 我肯定点 W 啊。 杀辅助，直接就杀辅助。双治疗他俩更跑不了，没事，就杀辅助啊。这咱们家这打野挂机了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苏宁打完。 滔博，我突然想到猴哥，咋的了？你要让我去打账单啊？我可不去啊！直接双闪，拿下。 差一下。我是长枪剑锋，来者不挠。 Nice， 我操！我们这双强攻打人是真疼，我让你玩的煞分你，我让你抢我英雄，踩住直接上一个掏。 卷死了！感谢棱角分明的小轩，还有两分钟开奖啊！还有两分钟开奖，一个飞机就能参与我们的抽奖了，兄弟，一个飞机，只需要一个飞机就可以了。 两二分之一啊，现在是二分之一的中奖概率，50%。杀一个得了吧，那这是没办法，赵信来了。能不能等我升个三？ 谢谢。哎呀，比利法，这波人少，没错，这波就仨人。你给我死，好意。 给你了，感动吗？谢谢佐瑞塔又鱼霜的6个飞机，谢谢阿中 Q， 还有16秒啊，这波五分之一，哎，五分之一，这干哈呢？这是扎平 A， 再踩住第一个扎。 两秒。
可以上了。我有皮孩，抓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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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抓走呗呀！到了，恭喜让我中奖哈！因为万物都会坠落，所以攀登是我们必然的宿命。这波我们直接从这跳过来啊，这狗熊差不多该过来一波了，这狗熊该来吃口肉了。跟我来。来来来来来，死，全死。W 踩住戳一刀，平 A 拿掉人头，再 A。一个扎，双杀。直接再越，别怕，我们扛塔无敌的。踩住，一个扎平 A， 再 A。打波牛宰住，走了，拿下！哎呦我这小屁子，嚯兄弟，俺俩要不去打 MPL 吗？我操！哎呀，这家伙，哎呀，今天晚上明天晚上 DWE 我来收拾，好吧，我跟着维恩来收拾收拾他们。呀，这萨芬尼出护臂了，这维恩叫什么？马提林斯，马提林斯。nice 啊兄弟，哇我们俩已经无敌了。真无敌了呀，这看着没，咱们还是比较适合这种猛男型的英雄。大漠荒原，咻！踩住，扎一刀平 A， 拿下这个人头。
赵信宇真敢往下走。好，你给这怎么来个武器代尸呢？这我受不了啊，兄弟，快走快走快走。哈哈哈，哎呦，我扎你，哎呀，要杀我。哎呦，还追呀，我都到家了，回家。我也就是没有踩着蓝，你等我有踩着蓝，我绝对把你杀了。我不带让你消钢的。请问刚才为啥不补塔？因为刚才那个防御塔啊，可以再吃掉一个小兵。啊，这叫大荒星陨呐、啊！吸住他 ，A 这一下应该就能杀了。千百次，我曾找到自己新的极限，而我仍旧一直。补两个刀吧，这文音也不补刀。我就给他查点眼儿。来，把这红打了，把下路的视野给他做开啊！哎呀，这怕什么玩意儿了呢，兄弟？这有什么好加血的？大荒星陨，吃我一踩！吃个兵，扎了一个鸡。给我干他！我错！回家！把这个卖了，我们再来个巨齿短臂啊！这子龙见人就干，这子龙那他龙啊，他可不见人就干。他打不过这个卡莎，他后边有小法西。我要单杀你了，你再消钢，这红这不我的了吗？这红 buff 这不我的了吗？等他防御塔 A 出来了，我们的等他E我们闪现走，然后走位躲他一个 W， 接回头一个戳，然后他跑不过我们，别着急，我们先跑，往回戳，打不过我们，来踩住 A 一刀，接一个。烟没抽出来，嗨呀！抠都吸地了，抠都没抽抠出来，你给我把它收了。
那家卡布洛斯让性格给收了，这波你能五杀呀？哎，这小法绝对就搁这回城，咻，得。改观才能论据，跑得好快呀、啊！我465移动速度。蓝 buff 有没有人要啊？这一手老婆玩的可以，什么老婆？老潘吧。是不是老潘？现在已经不用我们了，这维恩可以自己自生自灭了。哎，不行了，不能补兵了，兵已经不给钱了。把眼儿给他们插住，在这等着啊！谁敢从这个地方出来，谁直接就死。除了小法师吧，其他都能杀。除了小法师，这小法师带筐不好杀。哪里有眼儿？谁来军带瑞？鱿鱼啊，鱿鱼确实猛啊，鱿鱼。先把这武器杀了。他们把这狗熊杀了，跟我修钢是吧？啊，子龙，扎扎扎，致命点炎，我戳，哎，这有个萨芬尼呀、啊。踩上来戳，不行了啊，管不了了，我们现在只能平 A， 好，一个平 A 也算帮了维恩一点点吧。来，这小法师指定是有大，我们赶紧跑，一看就是有大。可以出个春哥或者是黑切，来黑切吧，黑切有减息地。
把人头说的这么强，是多像人头吗？我这把配不上十个人头吗？我这潘森配不上那十个人头吗？兄弟，我要十个人头有毛病吗？谁敢说我配不上？这把这潘森没帮助这维恩把下路给他打成这